七師傅喺度咧，同大家講下2024年龍年嘅行運秘笈。小山命咧就係對於投資運特別好嘅生肖啦。第一名就係屬，因為頭先都講咗啦，屬係同龍係最夾。我唔係，我未到，我等會講我屬咩嘅。你做到好似只牛一樣嚇。咁屬牛啲人咧，就係、是、今年犯太歲。咁屬牛咧係本身咧就係好辛苦噶。得個造字，埋頭苦幹，默默耕耘。你有一個老婆，跟住你又有一條女，嗰條女咧一定會同你嗌交噶嘛，日日都話要你離婚，即係一定要聽老婆話，老婆講錯都要聽。即係唔會錯噶，老婆唔會錯。一百億都唔貪，因為睇下點樣兑換匯率啫。咁所以咧，越南女一離婚咯，變咗。我覺得咧，一個女仔咧，如果係有大志嘅話咧，就唔好求感情。我而家開始即刻有大志，你好有噶，都有噶你。唔使求感情啦，大家唔使揾我啦。因為係啦，咩嘢都要搶，咁咩都要搶，係講啦，搶實。因為搶點解要搶好？